那些粉丝吧，这么多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会把我们的行程、我们的身份证号码，他们都直接能查到。而且我的真的很便宜，才5块钱。综艺人在中国的排序里面确实很下面，说起来很假。我们的梦想就是看到大家笑，这就是唯一做的事儿。整个人就是焦虑起来了。但是你那个董总在拍吧？没事没事，拍着我焦虑挺好。终于卸下面具了。